凡是我们即日起到五月底，国中生以下的学校团体来绿世界参观，凭着我们票券上的一张为证，可以到 DN34号热带风情艺品馆免费兑换大嘴鸟探险贸易品哦。好，讲完了好消息哦，接下来要讲一下上课前的注意事项啦。首先麻烦各位在入座之后呢，就不要站起来四处走动哦。舞台中央跟两边的栅栏麻烦也不要太靠近哦。金刚鹦鹉很胆小，有个风吹草动会吓到不敢表演啊。除此之外，在帮鹦鹉拍照时，麻烦我们的闪光灯要关起来哦。闪光灯很重要，一直闪一直闪，金刚鹦鹉眼睛会受伤，而且会站在台上一直摆 pose 啦，忘记表演了啦。来，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喽。上课首先要先敲响上课钟，通知大家来上课了啦。来，首先请我们的班长来敲钟啦。班长是绿翼红金刚鹦鹉哦。来，班长，我们小跑步往前走。哎，看到钟摆了没有？开始敲钟喽。哎，很好很好啦，可是啊不够大力耶。各位来宾，请给他掌声鼓励一下。鼓掌的越大声，会敲得越卖力哦。来，班长加油加油，很好很好。来来来，我们再三下啊，再两下，很好很好。来来来，我们再来再来。哎，大家加油加油，最后一下最后一下啊。哎，最后一下敲完了，我们来去上课喽，请给我们的班长掌声鼓励。好，班长敲完钟，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到操场准备升旗典礼哦。哎，班长就可以先回去休息一下了，换我们的副班长来升旗哦。副班长是黄腹蓝琉璃金刚鹦鹉，长得跟班长不太一样，走路姿势也不一样哦，是交叉步，很有气质的。来，我们走上升旗牌，注意看看哦，有两条绳子，我们拉出一条绳子往下拉，旗子就会慢慢往上升咯。来，我们要加油加油，大家要准备唱国歌啦，等于才升到一半了，加油加油，很好很好。来，再升下，再两下，最后下，最后下要拉紧啦，可以升旗敬礼，可以请给副班长掌声鼓励。来，我们接下来可以回教室上课啦。可是在此之前呢，我们的教室有点脏哎，没关系啦，那就请我们的值日生出来打扫打扫教室哦。哎，可是值日生没有手怎么打扫？没问题啦，他说我大嘴巴咬住绳子往上拉，再拿脚抓起来，一摇一拉，一摇一拉，哎，我们的水桶就慢慢出现啦，教室啊就开始变得干净起来了啦。来，我们加油，还有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打扫完毕，请给值日生掌声鼓励。好，教室也打扫完了，接下来可以上课了啦。上课之前大家先介绍一下金刚鹦鹉，他们眼睛很厉害，可以看见彩色的世界，而且呢可以分辨不同形状哦。那么接下来第一堂课，我们来上五颜六色的拼图课喽。来，请看训练师拿出三种不同形状跟颜色的牌子，接下来要给他们小考试哦，看他们上课有没有努力读书啦。来，首先请到小黄来考试啦。来，小黄仔细看好，今天呢给你出三题，答对了一题有30分，两题60分，三题就有100分了哦。所以小黄仔细看看，他说哎呀，首先我们先挑红色的圆形好了，红色圆形比较简单哦。我们淡红色圆形要放哪一边？左边、右边还是放中间？哎，中间，答对题，请给他拍拍手。接下来两题颜色都跟你很像哦，挑哪一题啊？他说蓝色正方形再简单一点啦，我们来试试看，在左边还是右边？仔细看好哦，在左边，又答对啦，请大家给他拍拍手一下。哎，最后一题有点困难，是黄色的三角形，三个边和三个角要对整齐哦，才可以拿100分啦。哎，小黄说，哎呀 ，OK 的啦，右边哦，请给小黄掌声鼓励。来，小黄很厉害耶，答对三题的100分哦。可是啊，我们拼图课是简单的课程哦，我们接下来上难一点啦，来上各位小朋友最讨厌也最害怕的数学课喽。哎，班上有很多金刚鹦鹉，可是呢，只有两位会算数学啦，其中一位是我们的班长，哎，好紧张，他在啃木头哦。第二位是我们的副班长，副班长说我在复习啦。好啦，请问训练师要请哪位来算数学啊？哎，请到我们班长好了。
来，班长三个副专心把你出来考试啦。来，仔细看我这题，很简单的，是2+3，二加三是加法，加法啦。哎，仔细看看，2+3啊，数字没有很大啦，应该没问题啦。好，拿一个牌子回来喽，各位小朋友，觉得2+3等于多少？答对啦，请大家拍拍手。哎，2+3真的等于5，很厉害耶。可是班长啊，第一题啊，数字没有很大耶，而且是训练师出题目哦。那么接下来题目，请我们的来宾出题喽。在出题前，我们有个小小的游戏规则，大家先听清楚啦。金刚鹦鹉虽然很聪明，可是它的智商也才人类小孩子的3岁到5岁啦，所以麻烦我们的题目不要出太难哦。加法、减法，1到10之间的数字就好啦。除此之外，桌上只有一组牌，所以等等出题时，麻烦题目跟答案的数字不要一样哦。好，接下来想要出题目的来宾啊，我数到3，看谁举最快就可以出题目。准备好了没有？1、2、3，有看到啦。来，第三排这位女士，来，请问要出加法还是减法？加法。加法吗？好，要几加几？1+3，好，1+3，谢谢你哦。接下来我们的题目变成1+3喽。来，1+3啊，数字也没有很大啦。班长说啊，我一只脚有4只脚趾头哦，2只脚有8只脚趾头啦。1+3，他说可以啦，我的脚趾头够算哦。来，班长加油哦。这一题啊，题目变成了1+3，1+3是加法哦，加法仔细看哦。1+3数字，他说哎呦，我的脚趾头可以算啦。各位来宾，1+3等于4，又答对，请给他掌声鼓励。班长很厉害哟，又答对一题哦。可是啊，他说还要再一题啊，这一题答对才有100分啊。来，接下来我再数到3，看谁举得最快就可以出题目哦。来来来，我们手不要偷跑，首先放下来，1、2、3，看到啦，这旁边这位妹妹，妹妹要出加法还是减法？加法吗？要几加几啊？来，我们要几加几啊？没关系，可以5+4吗？1+4吗？跟刚刚题目一，很像哦。来，要不要再出难一点啊？想不到别的吗？那就先1+4的好不好？好，那接下来变为1+4喽。1+4啊，数字还是差不多啦，可是当然说好高兴啦，因为今天没有出他最讨厌的减法啦。来，班长有时候实体减法也会错个1-2题啊。来，没关系啊，接下来啊，我们试看这一题，答对就有100分喽。仔细看好，这题是1+4，1+4是加法，是加法哦。仔细看看啦，这一题他说 OK 啦，加法我很在行啦。各位来宾，1+4等于5，又答对，请给他掌声鼓励。来，班长很厉害，有3题都有答对哦。那么接下来我们上点他们最喜欢的啦，我们来上体育课哦。可在此之前啊，我们的服务股长说大家肚子有点饿，我去帮大家买一下点心好啦。来，副股长啊，接下来啊，要帮大家买点心去喽。来，我们先到左边啊，我们的街角对面有便利商店哦，我们去买一下小面包哦。好，来来来，买好面包，快点回教室，快点回教室哦，大家在等你了。他说对面的路边摊大小孩也很好吃耶。好了，没关系，大家在等你呢，加快脚步了。有个歹徒出来了啦，拿枪出来，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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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彪，好危险的啦！哎呀，歹徒东西把东西抢光了。好了，我们再买一次。这次动作要快一点哦。仔细看，歹徒又追上来，拿枪出来，彪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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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彪，好。快点回教室去啦，请给副部长掌声鼓励一下。副部长啊，会装死很厉害啊，帮大家买完点心啦。接下来我们可以准备上体育课啦。可是在此之前，我们的操场也很脏，没关系，请到我们的工友菲菲大姐出来整理操场哦。
来，菲菲带她最心爱的挖土机，来，我们来整理抽场去啦。来，我们先从左边开始。菲菲很卖力了，你看已经推完一半了啦。来，另外一半也要推整齐，才可以回家休息哦。好，但是我赶下班啦，请给菲菲大姐掌声鼓励。嘿，菲菲大姐很厉害啦，接下来我们可以准备上体育课哦。那谁先要上课啊？首先呢，就是我们吃的最饱有偷吃东西的普普鼓掌皮皮同学啦。皮皮说我最有体力哦，我今天来带我们最环保拉风两个轮子的脚踏车哦。最近我们要节能减碳啦，骑脚踏车啊才不会排放废气啦。来来来，我们往前出发啦。很厉害哦，加油加油，来来来。他说我要锻炼好身体啦，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服务大家啦。加油，我们先去公园特训一下。加油加油，很好很好。到尽头特训完了，还是要回教室继续上体育课哦。来来来，加油了，我们下次啊买东西啊骑脚踏车出去，速度比较快啦，歹徒追不上你哦。我们加油加油，快到终点了，来加把劲加把劲。最后一步到终点啦，请给皮皮拍拍手。接下来啊，我们的体育鼓掌阿诺同学就说啊，这堂就是体育课，当然是我要大出风头啦。各位来宾啊，在平平的地上骑脚踏车啊，有点太普通啦。请看后面有一条钢索，加上一台脚踏车，就是今天刺激的空中脚踏车喽。阿诺要小心点，不要掉下来了啦。好，来来来，我们脚先踩好，保持好平衡哦。来，我们出发喽。加油加油，很厉害啦。阿诺说你看呢，我大嘴巴有咬好龙头的啦，这样就不会掉下来的哟。我们才到一半哦，要加油加把劲加把劲。很好很好，来，我们再三步就到了啦。加油加油，最后一步最后一步到终点啦，请给阿诺掌声鼓励。阿诺很厉害，风吹那么大都不会掉下来哦。可是有挑战者出来咯，就是我们今天的值日生康康同学啦。康康说啊，各位来宾啊，前面两位同学都长得没有我漂亮，大家仔细看看哦。我康康啊，肚子是橘色的哦，因为他是红色跟黄色金刚鹦鹉一起生出来的混血宝宝啦。长那么漂亮，来表演拉风的滑板车咯。来，康康啊，我们脚先踏好。嘴巴也要抓好哦。很好很好，速度很快，比前面的人还要快耶。来，我们换另外一边，我们接一下女朋友，我们到海边兜风一下下啦。来，康康加油，来来来，我们可以去约会的啦。到终点啦，请给康康掌声鼓励。康康很厉害耶，可是啊，我们阿诺就不高兴了，他说康康你来抢我的风头，那我就要再表演一下啦。康康只是玩两个轮子而已，接下来呢，我一只脚要踏四个轮子，两只脚会踏八个轮子哦。什么东西轮子那么多，就是可爱的溜冰鞋啦。来，阿诺，来，我们右脚先上，左脚再上，开始咯。左一脚右一脚，左一脚右一脚，左一脚右一脚，屁股会跟着扭来扭去，很可爱啦。来，我们的阿诺虽然身体很强壮，可惜他的腿在出生之后就短短一小节咯，走路有点慢啦，不过他已经很厉害了啦。来，我们到最后一步到终点去，给阿诺掌声鼓励。来，上完体育课后，接下来我们要到保健室哦，去做一下健康检查。可是在此之前要先考验一下各位来宾，看看大家的视力好不好哦。来，请看训练师拿出三个钢杯，一颗小白球，大家请猜猜看，我们小白球要盖起来了，会放在哪一个钢杯里面哦？来，走过去，又过来，走过去，又过来，走过去，又过来，大家仔细看，要准备盖起来咯。仔细看，不见了，速度很快哦，训练师没有放水啦，你要仔细看，倒背的不打紧，来，我们继续加速一下。来，小朋友们帮忙坐下来，后面来宾会看不到哦。来，就停下来，会放在哪一个钢杯里面哦？来，接下来大家猜猜看，小白球躲掉哪去了？我们先从左边开始哦。
来，这位我们小白球躲到左边去的来宾，请举手。有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十二位来宾，谢谢手可以放下喽。哎，左边很多，有二十二位哦。那接下来啊，这位躲到我们中间的，请举手。中间更多位，来，我们再看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三、二十二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三十、三一、三二、三十、三四、三五、三十六位来宾，谢谢手可以放下喽。哎，中间更多有三十六位哦。那么接下来啊，这位躲到我们右边的，请举手。右边也不少啦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十、二十一位来宾，谢谢手可以放下喽。嘿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准备公布答案了。请问我们训练师啊，要先看哪一边啊？哎，先看左边吗？恭喜答左边的二十位来宾，答错了啦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们再站站看哦，会是在我们中间右边的哪一边呢？在右边呢，来猜对来宾请跟自己拍拍手一下，很厉害哟、哦。来，现在小朋友，我们现在稍微坐好一下，接下来换我们的马丹娜出来啦。马丹娜是小女生，很害羞了，不过没关系，第一题呢，给你做一下视力检查，是暖身体，速度比较慢一点啦。来，我们的小白球第一回合开始咯，先把球球抓好。好，来来来，哎，球抓好之后要放进钢杯里面哦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走过去游过来，走过去游过来，走过去游过来。哎，速度比较慢，大家帮他看一下，小白球要准备盖起来了。哎呦，不见喽。哎，速度动作也比较慢一点了。仔细看看，小白球要准备停下来，会放在哪一个钢杯里面呢？哦，在中间吗？大家给你打 pass， 确定在中间吗？马丹娜，不用害羞，打开来看看，打开来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很好，加油！答对了，请给他拍拍手。哎，表现不错。可是啊，第一题的速度很慢啊，接下来我们要加速哦，变第二回合正常版的速度啦。来，小白球请先抓好。好，来，我们要放进钢杯里面哦。哎，好，放进钢杯，开始咯。走过去，右过来，走过去，右过来，走过去，右过来，要准备盖起来，仔细看好了，又不见了啦。哎，不要分心了，仔细看好，不见喽。哎，这次速度有变快哦。你要仔细看好，小白球要停下来啊，会放在哪一个钢杯里面呢、啊？哎，怎么那么悠哉在抓痒？仔细看，要停下来了，仔细看好了，又在哪一边出现喽？哎，右边吗？答对，请按掌声鼓励。哎，看来马丹娜视力很厉害啦。可是啊，前面两题是训练师出题哦，第三题有我们的来宾出题目啦。来，有哪位来宾想指定我们小白球的位置啊？我们首先放下来，数到三哦，看谁举得最快就可以出题目咯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，不要偷跑，不要偷跑，手要放下来哟。一、二，大家都偷跑了。来，我们手再放下来，再一、二、三，嘿，有看到了啦。来，第二排这位同学，来，我们用笔的就好了，不然他会偷听到。你要放在这边，这边还是放这边？这边吗？这边吗？好，谢谢你哦。接下来我们看看马丹娜啊，背对来宾啊，没有偷看啊。那么等一下不要告诉他哦，小白球的位置呢会放在这边，这边放这边哦。来，大家仔细看看啦，小白球真的速度很快哦，而且啊变成变化球啦，要变成反方向的哦。来，仔细看看，好，小白球抓好。哎，记得要放进钢杯啊，他说我嘴巴有点小啦，好了，没关系，要抓稳。开始喽，走过去，右过来，走过去，右过来，走过去，右过来，仔细看好，速度很快，要准备盖起来喽，仔细看看了，哎，不见了，哎，马丹娜，不要玩指甲，仔细看好了，很好了，哎，要专心一点，要变成逆时针喽，仔细看，变成逆时针，要变成顺时针，真的是变化球哦。大家仔细看，小白球要停下来，会放在哪一个钢杯里面呢？哦，右边吗？答对，请给他掌声鼓励。来，其实我们金刚鹦鹉它的眼睛很厉害哦，它们的视力是人类的五倍哦，所以可以看得很清楚哦。来，请再次给马丹娜掌声鼓励。好，各位来宾，我们金刚鹦鹉来自于中南美洲，平均的寿命呢也很长寿哦，能够活70岁到90岁。除此之外，它们是团队活动动物，喜欢大家一起玩哦。接下来我们比分组竞赛，首先是我们的爬杆比赛哦。来，我们的选手迫不及待登场啦，这位是 NONO 同学。
No No， 那他今年已经40岁了啦，年纪很大，是我们老前辈啦。所以他的对手是谁啊？对手是我们的值日生康康同学哦。康康今年10岁哦，年轻力壮啦，可以爬杆说没问题啦。来，各位来宾啊，我们接下来当他们拉拉队哦。来看看我们帮忙拉的，加油打气一下，打气声越大声会爬越快哦。来，两位小朋友准备好了没有？各位注意。来，第一回合，各位，预备，开始喽！来，加油！来，往这爬，加油，加油，很好，来，往上爬了，加油！哎，康康速度很快，可是 Nono 加速度更快哟、哦！来，我们加油，很好，爬最上面，快点下来！哎，冲啊！哎呀 ，Nono 获胜啦！请给 Nono 掌声鼓励！哎 ，Nono 表现得不错哦，但是康康哎，他只差那么一点而已耶。这样好了啦，我们差一点点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了，我们再跟他等一次好不好？再一次吧，弟弟都说我要哦，再一次哦，你确定哦？要再一次哦？都说好了，再一次。哎，我们康康说要再比一次哦，可是要问一下 Nono 的意见哦。来 ，Nono 啊，康康说想跟你比一次，我们再来比一场好不好？不要哦。哎，干什么啦？再一次啦。哎呀，还是不要啊。求你啦，再给一次机会啦。哎呀，好小气啦。好啦 ，Nono 啊，我们跟你商量一下啦。Nono 啊，刚刚在比一场啦，可以的话呢，给你亲一个。亲脸呢，好棒哦，再一下好啦，亲嘴巴哦，哎呀，很热情啦。来，两位小朋友，我们就再来比一次，准备好了没有？来，第二回合，注意喽。各位，预备，开始啦！来，叫！来，往上跑！叫！来，往上跑，往上跑！很好！来，很好啦！速度都很快，这是两位速度差不多。胖胖稍微接住先带点，来，快点爬上去，快爬上！快下来！快点！加油！哎呦，太慢了啦！弄了获胜，请给弄掌声鼓励。康康啊，表现也不错啦，可是啊，姜是老的啦，什么 Nono 比较厉害啦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位回去休息一下哦。好，我们第一回合比完了，接下来要进行第二回合啦。接下来带来两位小朋友，长得都一模一样哦。我们介绍一下，我们右手边是副部长皮皮同学，左手边是蛋蛋同学。等等，是个有礼貌的小孩子来跟大家挥手耶。Hello， 我是很有礼貌的蛋蛋啦。两位小朋友，我们今天要比什么啊？我们来比我们操场上非常流行的篮球比赛哦。来，两位小朋友，注意哦，要来比篮球了。专心点，各位，预备，开始啦！来，皮皮蛋蛋，动作快点，加油！很好啊，皮皮蛋拿了一块球啊，1-0，1-1啦！大家快追上来了！皮皮动作快一点，2-2。来，加油！势均力敌啊，是最后一个球，看谁爬，然后先拿到。皮皮抢到喽，4-3，皮皮获胜啦！请给皮皮掌声鼓励。皮皮不错哦，可是蛋蛋说啊，老师啊，我表现得很好，只差一分而已啊。这样好了的，那我们给你一次机会，我们再来比一场哦。我们比啊，我们夜市里常常会看到的套圈圈哦。来，各位小朋友，我们准备玩圈圈了，各位，预备，开始啦！来，皮蛋蛋，动作快一点哦，加油！来，很好，来，快点，一次拿3个啦，作弊的啦！哎呀，不能这样子，一次要拿1个啦！太过分了，这场就不算喽。说不算就搞乱啦，这是蛋蛋的啦。我们皮皮作弊耶，这场不算哦。我们再讲一下游戏规则，再来比一场啦。来，两位小朋友，注意听好。来，蛋蛋啊，皮皮刚刚作弊的啦。不过没关系啦，我们就原谅他，给他一次机会。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再比一场，好不好？点头吗？你是点头意思吗？好不好啦？还有心不甘情不愿说好了，给他一次机会啦。哎呀，皮皮你比较严重啦。皮皮啊，你注意啊，你一次啊，你只可以拿1个啦。点头知道喽，拿红色的知道吗？知道，不可以作弊哦。很好，不作弊啦。好，来两位小朋友，我们再来比一次，各位，预备，开始啦。来，皮皮蛋蛋，动作快点，加油，很好，来，这次一次拿1个啦。来，加油，快套进去，快套进去啦。
哎呀，你干嘛在那？哎呀，调青菜啊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！很好，来，现在是势均力敌，1-1，2-1啦。哎呀 ，PP 快了一点，蛋蛋你加把劲，加油加油了！哎，很好，还是两个球而已。哎 ，PP 快点快点！哎，很好，蛋蛋你要加快速度，PP 剩最后一个了啦！哎呦，来不及了 ，PP 获胜啦！今天 PP 掌声鼓励。哎，PP，哎，不算啦，哎，不要发炮啦！哎呀，不是要拿红色的吗？哎呀，你说蛋蛋很慢啦、啊，说帮他一下好了啦。好啦，谢谢两位小朋友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各位来宾，金刚鹦鹉的表演很精彩，我们节目要告一段落喽。接下来呀、啊，是有奖征答的时间啦、啊。来，大家仔细听好题目，答对了小奖品哦。哎，首先是第一题哦。请问一下我们的金刚鹦鹉小朋友，注意看哦，它的一只脚有几只脚趾头？嘿，有看到了啦！来，请问这位弟弟，弟弟一只脚几脚趾头？四只吗？答对，请给他掌声鼓励。嘿，弟弟很可爱哦，来来，我这是你的小礼物哦。嘿，我们的金刚鹦鹉小朋友。一只脚有四只脚趾头，前面有两只，后面也有两只哦，这样可以牢牢装住树干，不会掉下来的啦。来，接下来还有第二题哦。我们金刚鹦鹉的眼睛视力很好哦，请问它的眼睛视力是人类的几倍呢？嘿，看到了啦。来，请问这位妹妹，5倍吗？有没有猜错啊？哎，放心，你答对了，请给她掌声鼓励。来，妹妹，恭喜你，这是你的小礼物哦。嘿、hey, ，我们金刚鹦鹉的视力是人类的5倍，这样就可以很轻易的看到他们要找的食物，或是找到天敌了哦。好，没有拿到礼物的来宾也没有关系，可以到1月34号热带风情疫宾馆走走逛逛一下，顺便挑选喜欢的纪念品哦。此外，对我们的好消息有兴趣的来宾，可以在下课之后跟服务人员询问一下。那我们的动物角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，祝各位在69美好的一天，谢谢。